哎呀！行了，你别磨叽了，行不行啊？啊，我都知道了。今天我过生日，我吃鸡蛋了，行不行？还有，你给我买了个棉裤、棉衣、棉手套、棉袜子、棉口罩，我都带了啊。哎呀，女朋友我找了，有，你别絮叨了，行不行啊？我工作呢啊。小脸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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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啥呀？干啥呀？小脸儿，小脸儿，这。小黄，你是被大黄撵了吗？不是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咋的了？我妈来了，吓我一大跳。你妈来是好事啊，干嘛呀你？好啥事儿啊？来逼婚的。你看，就这个事儿最头疼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来找你帮忙。我跟你说，有困难就找我，我指定给你办。当我男朋友。办不到。你刚才咋说的？你刚才咋说的呀？不是，关键这个忙我真帮不上，我有心上人了，我心上人秘密。我不是让你假装吗？谁跟你动真格的了？啊，明白了，就是给你妈演戏呗。嗯。应付你妈呗。是。哎呀，这事你找我，你算找对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别说是骗你妈。就是骗我妈这一块，我爸都得求我。我跟你说，行，就这么定了哈。回来，回来，什么玩意儿就这么定了？咋了？又咋了？你不得礼尚往来吗？我告诉你，过两天我妈呀，没准也来看。我和秘密呢，现在一时半会儿好不了。到时候秘密顶不上的时候，你帮我顶上，当我女朋友行不行？嗯。你要考虑的话，就算了。成交。去吧。找我妈去了啊。不就是演戏吗？好演员，我好演员，我。阿姨你好，哟，伯母你好，快点上来，快点上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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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像大疯子似的，你干啥呢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咋的了？哭啥呀？这样啊，他真是好同学啊！我真没想到，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。我不仅记得你的生日，还给你带来了这个。当当当当！天哪！你还花钱给我买生日蛋糕？别闹！我要有钱给你买呀！我这话说的，那是谁买的呀？你猜。好好猜，好好想想，说出他的名字，大点声，这秘密，确实是秘密，他不让我告诉你，呀，李宝杰给你买的，我那是李宝杰给我买的，你给上一边，是什么玩意儿？你不刚才不说秘密吗？秘密确实是秘密啊，他不让我告诉你吗？我告诉你，赶紧给拿回去！什么玩意儿？拿回去干啥呀？人一片心意。我不要，你过来，来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你是看着我就闹心。你过来，你坐这儿。干啥？不是我说你，你听我说啊，你和那秘密不合适，你这一辈子都追不上。你给我赔赔赔！不准在我大喜的日子跟我说这种晦气的话。你赔赔，先赔，赔。好吧。你怎么就不明白你啊啊，小脸你听着啊，喜欢你的人你不让追，不喜欢你的人瞎追。我晚上说的是什么呀？我没明白。就像那狗追车似的，狗天天追车，天天追车，你看哪条狗上车了？哦，哎呀，可不怎么的。哎，你咋来的呀？我坐车来的。那对了，比喻，我说的是比喻。我大过生日，你老捶过我干啥呀？小脸，你看啊，宝洁对你多好啊，你就从了他呗。宝洁对你太好，你咋不从了他呢？我心里只有小米粒，我心里只有秘密。你咋这么犟呢？怎么犟？赶紧收拾收拾，一会儿他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绝对不能让他来，听见了吗？为啥呀？他要来就出事了。怎的？一会儿黄小黄他妈要来看未来女婿，我给他扮演一下，知道了吧？你要是万一整漏了，我告诉你就完了。
知道吗？黄小红不得上火呀，他妈不得上火呀，骗人呢！妈，你别给整漏！呦呦呦呦，小脸儿，别整漏了啊！在里面呢啊！小脸儿，小脸儿，哎呦，小脸儿哦，这脸儿也不小啊。阿姨啊，我不是小脸儿、啊，我是小倩儿。小倩儿 啊，那你上一边倩儿去。哎、小脸儿啊，哎呀，你是小脸儿啊，阿姨，这脸啥时候是个头啊？你自我介绍，自我介绍。阿姨你好、哎，我就是黄小黄的男朋友，帅气的保安。你小脸。哎呀，你这是要跟阿姨尬舞啊？我不是、啊、不是，啥意思尬舞？是那个妈妈，敬礼一下，消停会儿。我敬礼呢。敬礼，你弄扑腾的干啥呀？热情。妈，哎，我男朋友，看见了吧？看见了，满意不？满意。相信了吧？相信。回家吧。哎，阿姨，慢走，慢走。别，那回什么家呀？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他说呢。来，脸儿，来，是人家还有工作。我看这样是不走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赶紧上那边把李宝杰给我顶住了，知道吗？不准让他来。妥妥必须，你就放心吧啊，去吧。脸儿。来，坐下。阿姨好。你好，小脸儿啊。哎，阿姨想跟你聊聊天儿。嘿，你放心吧，阿姨。啊，我可善谈了。啊，那就好。阿姨想问你几个问题，好不好、啊哎？你就来吧，你也问不住，不是？就是你问什么，我都能回答你。好，你喜欢我姑娘啊？我老喜欢她了。你喜欢她哪儿啊？我。他呢这个你猜呢？阿姨就知道我女儿优点太多，你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。对，优点多。我告诉你吧、哎、我女儿打小啊就爱美。是，可爱美了。是，你知道哈。那现在不行了，就小时候啊对这发型就有要求。嗯，一到那理发店就跟理发师说、啊、给我来一个板寸、平寸、毛寸。你先寸一会儿，你先等会儿。这小子不是，这姑娘好像这三个头型都一样呢。反正我姑娘长得漂亮，梳啥头型都好看。那是。我女儿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、啊、那就是善良。哎呀，可善良了。嗯，从小啊她就喜欢那些小动物啊。嗯，就喜欢那小猫啊？不是，就喜欢那个小狗。也不是。那你这喜欢啥来着？毛毛虫、羊喇子、秃噜蛾子。哎呦我的妈！真的，你看你这表情啊，就跟他小时候那些伙伴一样。他一拿出那些毛毛虫啊，就给那些小朋友，多有爱心呢、啊。那些小孩吓得就你这样，他就抓住脖领子就往里塞呀、啊。行了，都四五岁的事，你急那干啥呀？妈，这不是想讲讲你小时候，让他多了解了解你吗？啊，小脸，哎，了解了吧？了解了，深入了解我了吧？深入了。你看，妈，我深入，你走吧。啊，不行，我还没深入了解他呢。来、嗯，来，别坐这儿，来，来。这多好啊。阿姨问你啊，你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？三个月，一年零三个月。明白了。哎呀，那你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地方啊？喷泉。那个不用解释了，阿
姨明白了，一定是在喷泉里的公园。不是妈，是公园里的喷泉。对啊，那个地方是不是特别美？老漂亮了。妈，你想看不？想。我现在就带你去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俩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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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能去。我还有很多话要问他。完了，啊，干啥呢？你这是飞进来的啊？还没走呢。完了，那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。咋的了？什么事？完了，顶不住了。他要来了。完蛋玩意儿，你怎么不顶？告诉你顶住吗？真顶不住，他疯了似的。往这咋整？人没走呢，咋整？我给你想招啊！站着，别着急。我把蛋糕拿走。把他支别地方去。漂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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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。倩儿，小脸儿，阿姨，哎，我先走了啊。好了。姑娘啊，你也太有心了，这十多年都没想起妈过生日，妈今天过生日你记着了？妈，你今天过生日啊？你别跟妈这开玩笑了，大蛋糕都买了。我说你咋带我到这儿来了呢？原来是想跟我姑爷一块给我过生日啊。来，咱们一块切蛋糕。不敢切。这蛋糕是于小脸的，是于小脸给我妈买的。对，阿姨，你就我买，你来吧，你就来吧。那个阿姨是我买的，祝您生日快乐。你啥人呢？啊，宝洁买的，说你买的？宝洁是谁呀？宝洁阿姨啊，宝洁啊。啊，保洁阿姨，保洁是个阿姨的干活的。哎呀，你看姑娘啊，妈就过回生日，你跟人保洁阿姨说干啥呀？她人咋没来呢？她呀，来了。我这紧赶慢赶的，可终于赶上了。王小倩儿，你咋不等等我？跑那么快干啥呢？呀，都等我呢吧？等你呢，边儿去，等你呢。出来，往里出来！哎呀，别客气。蛋糕喜欢不？喜欢，嗯，特别喜欢。蜡烛插上呀，哎，把蜡烛插上，来，咱们一块儿啊、哦！哎呦，真漂亮啊！来，哎呦，插上蜡烛。你好像插反了啊！但是点上，来，点上，听他的啊！哎呀，这玩意儿，点上了！你看这多漂亮的蛋糕啊！这大伙儿都来齐了，来，咱们一块儿吹吧！啊，来，一块儿吹啊！来。哎呀。这怎么能带错了呢？小脸儿，许个愿吧。小脸儿，能许吗？不允许。那个什么，还是您老许吧。啊！谁呀？你阿姨。小脸儿啊，她是谁呀？宝洁阿姨。就是我。宝洁阿姨，我是宝洁阿姨，您好。别，你别管我叫阿姨，那不叫差辈儿了吗？啊，我应该管你叫老妹儿啊。你咋长得这么年轻啊？咋保养的呀？啊？他，我有点懵呢，怎么？你别懵，还得感谢你呢，知道过生日买个这么漂亮的蛋糕。哎呀，那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？行了，既然大伙儿都高兴啊，妈今天特别高兴，那咱们就选个日子赶紧结婚啊。这事儿您能做主吗？我是他妈，我干啥不能做主啊？
你妈来了怎么不提前告我一声呢？你弄错了，我是他妈，这是我姑娘，这是我姑爷。哎呀，来吧，齐大哥。那我是谁呀？你不是保洁阿姨吗？我叫李保洁，我不是打扫卫生的。那个，你挺好。你是谁不重要啊？咱们赶紧选个日子，咱就管这个。选个日子来，多好，小点。哎，小点，快点，赶紧选个日子。妈，对不起啊，我骗你了。你听我说，他喜欢他不是我男朋友，他是谁不重要，重要啊！今天谁都重要啊！你别说了，咱们赶紧选个好日子，把婚结了，订婚也行。不是啊，妈，你咋没明白呢？我是骗你的。妈明白，我知道你骗我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你别说了，妈，你等会儿，你早看出来了，那你咋不说呢？你耍我们玩呢？你玩就玩嘛，好好玩。你没对象，他没女朋友，你们俩就处处嘛。那万一将来处成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啊、妈，你啥意思啊？你啥意思啊？你女儿在你心里没人要呗？不是，妈，你说我三十好几了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我自己不会照顾我自己是吧？不是，你别跟我说了，你一天800个电话，上班了吗？下班了吗？吃了吗？睡了吗？早睡早起，怎么的？我老年人呐？妈不是那个意思。妈，你说你天天的逼我说男朋友，怎么的？没男朋友不能活了？妈，我告诉你。我不谈男朋友了，我一辈子都不谈了。不，别生气啊啊！你消消气儿。那妈不说了，不说了。那你别生气就行，妈走了。啊，妈。哎呀呀！妈，哎呀，快，你不能走。阿姨，做的不好。你别让她生气。二姨啊，我妈在呢，放心吧。啥？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问问啊。就千万，妈，二姨说你身体不舒服，你咋的了？没有啊，妈，啥事儿也没有，就是前一阶段呀，她有点感冒了。你看我说换季的时候让你多穿衣服，你咋不听话呢？妈听话，我换了，穿的挺厚的。不可能，肯定不是感冒。你要是感冒这点小事儿，二姨不至于急成这样。那个感冒了，感冒之后吧，有点发烧完了之后吧，妈感觉眼睛不太舒服，就上医院去检查了。我说我这眼睛还有点胀，不太舒服。大夫一检查呀，说是白内障。没事，白内障啊，妈，别紧张，手术都做完了。你还做手术了？这么大的事你咋不告诉我呢？妈怎么能告诉你呀？你不得着急请假耽误工作回去看吗？妈，我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说你眼睛都这样，你不在家好好歇着，你跑来盯我男朋友的事，你说你多余不？妈，这次来不是逼婚的，我就是想你了。那个孩子，妈最近吧，就是经常做梦，梦里呀全都是你，有你上幼儿园的时候，